给母亲挂青，大悲咒加持不刮风。作者维慧，发布时间2018年9月27日。今天看了守月亮博客的见证大悲咒的神奇，菩萨帮我灭山火，联想到了去年回老家给母亲挂青的事。老爹带着我们姊妹几个先去给爷爷挂青，然后来到田荡中奶奶的坟前挂青。大家轮流烧纸跪拜，风很大，纸灰吹得四处的飞，由于是在田荡不是在山上，也就没管了。我们最后给母亲挂青，母亲的坟墓在山上，四处有树林和很深的茅草灌木，且刮风。我早有准备，对大家说，一个人折根带叶的活树枝，以防风吹纸灰时打灰，然后合掌祈请观音菩萨加持，烧纸的时候莫起风。接着念了7遍大悲咒，烧纸开始了，没有风来刮纸灰。我又想是不是天没刮风，抬头一看，山上树枝茅草摇摆，明明有风嘛，就坟墓这里没风。一直到烧纸完毕，我们手里的树枝都没派上用场，因为无风，纸灰一点都没飞。当时我还对二姐说，你看，念大悲咒就是灵，随喜功德。